们来，我们来，我们来抢个红 buff。靠！他 Q 居然好了。哎呀！这要是个艾克的话，我们就给他抢掉了啊！没办法，他 Q 的伤害比我高啊！哎，这都没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能再往回走了，往回走至少半管血没了，可以打。我也不知道一个小法师怎么就这么装就，嗯。你给我回来！哇，卢仙这么猛，卢仙！杀入不止，直到一切都沉默。卢仙升二了，直接拿一手双杀还是可以的啊。你给我回来！哎呀我，算了，拉倒吧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走位挺好啊，兄弟啊？你瞧不起谁呢？这是，我马上到啊！哎呀，扣空了！来来来来来。A 扎 EA， 我就知道他有闪现。我先把剑圣 A 死，扎 A， 重印，漂亮，拿下双杀回家。先别打啊！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先别打啊！别着急，等我来一会儿啊，兄弟，我先来三把长剑。谁都会沉默，直到最后再也撑不下去。要想下路跟对面打，我们就得先升个三。直接杀小法师，不行了。杀小法师好了，哎呀，我还是被小黄毛这血量给勾引了，正好来了一波小兵，可太难受了，可。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的走位不错，兄弟？我们先吃个药 ，A 一下剑圣，给他减个速，给他蹬回来呀，平 A， 来让他 Q 我们，来来来，让他 Q 来。来让他勾一走，蹬回来 ，A 潜 A， 小兵 A 点炎平 A 死了，不用你在那里念咒，我跟你说。拜拜。小法师呢？差不多吧。小法师去中了，我一寻就去中了。等一会儿啊，看看这边能不能勾到他。能勾到的话，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不好杀呀，这。不太好杀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家。蹬 EA 潜走位。现如今，我的脑子不完全听我使唤，
往下一点，省得他 Q 着我们啊。不行，勾不到，往后点吧。因为他以为我们走了，但其实我们没走啊。这里头是没有眼的，有眼他不会往这里抠，知道吧？没事，没事，让他往里抠来。哎，又交易，哎，你就交易。我潜一手，我下去透口气，先输。不行了，兄弟，我得回家了，我得回家出东西。剩下的靠你自己吧。别死了啊，但他六了，我估计打两个应该不成问题吧。六了的卢仙打两个有问题吗？呀，这剑圣哪来的呀？呀，这剑圣，给我追剑圣来。我们先套个点炎，往后拉一手，让永恩上去，漂亮，潜水。大虫子，哎呀，大虫子居然不往上走，一下，哎，想吃我，插个眼儿来，我瞪接浅，害追，在这等啊，别着急，瞪回来一下，晕住，你来，我不行了啊，再瞪浅。这东路赶上他的，来走位，来走位，走位，对，走位，往这边走，对，我晕，兄弟，我怎么死的？哎呀，还行，一换一，借波不亏。剑圣来了啊！我就把这小法师给他单杀了吧。哎呀，俺们家这艾克怎么这人就没见过？这人是怎么回事呢？水底下更多。小法师呢？为啥不先升六呢？问的好，上哪升去？没地方生啊！海床是另一个世界的天地。你在干什么？蹲我。蹲谁不好，你蹲我，你想杀我兄弟，那你可杀错人了。哎呦，漂亮兄弟， nice。 你剑圣搁下面呢，我们在这等他一会儿吧。啊，剑圣没来，那这小黄猫可以杀呀。谁都有入水的时候。你上，我不敢上啊，这扎点烟一走打不溜，漂亮。我真的
这小法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到底要干嘛？五万卢仙，我回家了。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附一首清灵之靴呀。不得，这把我们出水银海，因为有大虫子。大虫子的控制啊，是有点猛的啊。哎 ，A 扎 A 再 A， 浅，别着急放 E 啊，先插个眼来，奔回来 A 一下，再 A， 不要用 E， 用 E 一定被剑圣躲，勾不回来算了，这里有眼儿啊，杀小法师啊。这小法师怎么这么走位呢？哇，勾回来，不行了，兄弟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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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死我！一走，剑圣上当了。怎么回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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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能不能给两个助攻，兄弟们？走位！没办法的，派克的技能确实不好中吧，跟你们说。嗯，我赌五毛，艾克跑不了。我看看我自己能不能把这剑圣给他单杀了。呀，他们家还有个碗猴呢，我都不知道这碗猴，碗猴是哪里来的呢？你原来还有个铁人呢，铁人加碗猴，你干哈呢？你要干哈呀？啊，啥意思呢？走位，每个人都在挣扎，勾回来一走。我的 E 被打断了，我回头大一下子吧，没大出来。哎，我的 E 怎么被打断了？这卢仙慌了啊，卢仙！开饭啦，兄弟们！晚餐时间到了。最终啊，只有剑圣这种英雄才能如此的收割。你们要输了，不可能！我马上把他们全杀了。注意看我这波啊，别眨眼。剑圣去小龙了，我们先杀中路小法师，杀完小法师把剑圣杀了。来潜水，一过来晕 ，A 扎给大。剑圣去小龙了，把剑圣杀了都。四药潜水，一扎不打了，剑圣交闪现，
哇，哎呀，这咋没够着呢？这位置，那剑圣为什么不打小龙呢？他这么半天在干嘛？卢仙给我射着小法师，不用射了。我才发现俺们家这个铁男062啊，来给你吃两个冰兄弟。谁死了？死哪了？卢仙死野区了。这小法师指定得过来，我们在这等他吧。插两个眼儿来。深海里的交换。关键他不值钱呢，我用大杀他其实不合适，你知道吗？勾回来一。晕 A 套点盐，平 A 再勾回来给大招，这怎么斩杀线变这么低了呢兄弟？哎，这波斩杀线没到，我属实是不能接受啊。你到底要干嘛你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明白到底想干嘛。我们可以回血，哎，我这么招人恨吗？先把针眼拔了。我勾回来。哎呦！哎！我再勾回来，泉水走位。平 A 一下，勾回来，哎呀，他没走那边。没蓝了，兄弟。艾克来了，潜水。先杀小黄毛，这鼠标怎么老飞呢？我就纳了个闷了，这鼠标老飞什么呢？这一整就鼠标就飞了，不行。我发现啊，确实是不能在鼠标上面放一块布，会影响我的操作。鼠标码没了。定位不够准确，你知道吧？一整就老飞。有时候，鲨鱼会吃掉诱饵，再把整艘船撞沉。插个针眼儿，我扎一刀。A， 来一我。我靠！这剑圣，这什么虚缺？哇，这剑圣的虚缺，你能打过他吗？大海躲了。收集者，重印收集者，虚区有点高啊。我有多脆？我78护甲还可以吧？那没办法，派克出血量装不给提升血量，只能给攻击力呀、啊，那咋整啊？
还可以，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血量还是可以的，我就我就给你单杀个小黄毛吧。我就给你单杀个小黄毛，这多大点事儿呢？十级杀十一级咋的了？有问题吗？哎呀，这剑圣好疼啊！不杀剑圣，这是不行了。我发现了，这剑圣。冰靴，这冰靴是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出冰靴。哎，漂亮，艾克派克，不是艾克啊，他叫艾克，对，你原来叫艾克呀。我扎你一下，好疼哦！这劲夫打人也好疼，快来个人！把你的手弄脏点儿，混混！不行，还是出冰心吧，这把不出冰心站不住脚。我马上到啊，等我一会儿。哎，漂亮，派克，不是派克呀，艾克。就差一个字儿。哎呦我操，一生之敌呀、啊！真的呀，简直是一生之敌呀、啊！这他妈没个打呀，这剑圣。换个冰心吧。你们赶紧打一波团战，给剑圣给我打残血，我把他杀了。我剑圣老搁那蹲我。老剑圣，今天我不把你杀了，你看着的啊。轮到我了，轮到我了，小弟弟。能不能上点来点虚区，这小法师怎么送上了呢？就杀着大虫子也行啊，勾着大虫子，大虫子老要杀我干嘛呀？可以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先把大龙打了吧。你给我回来，我 A 你一下。剑圣是吧？那卢仙到底在干嘛？我靠，哎呀，给点伤害呀，兄弟们，我把他晕住的时候稍微来点伤害我都把他斩了。
还整个喷塔扣，我尽力了，大哥，打大龙啊，尽力个屁，尽力打大龙啊，关键我们没啥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们有控，那其他人都没啥控。没有控的话，剑圣就很好发挥了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是。战争正在酝就杀我，这怎么整？还好我会潜行。那一刀砍我600多，要干嘛呀？600多滴血，不至于吧，兄弟？一刀能砍600吗？无尽，哎呦，697，小龙，小龙没了。为什么不出蓝盾？都行吧，其实下件装备我准备做板甲了，哎，好勾完了，你剑圣给我死，还不死？哎，我操！这木印剑圣真恶心，确实是恶心啊、哦！尤其是打这种没控制的阵容，真恶心。我们这算不上硬控，他能躲，指不定哪个技能给我躲了就完了。撤吧，不能再推了。我准备做个板甲，把板甲给做了。我的蓄气装就两件，就差不多了，我们不用太多，剩下的装备我们就做点防御装，防止被剑圣秒掉。快过来收兵，我打不过小兵，快过来收兵。他抠你一必中，是必中啊，那他抠过来直接把我抠死了。我下去透口气，先说干得拼命，死得痛快，这样最好不过。来，没关系，你是真敢来呀、啊！我这一看呢。
兄弟，等会儿啊！这小法师怎么没 A 到 ？A 错人了？哎，我死了是不是够呛了？这剑圣是不是无敌了？能无敌不？还行，剩几个？这波是一波二换三。守家吧，推不过他们，守家。守基地，你推不过人家三个人，你们一个人你要跟人推。哎，纯是精神病，你跟人推啥呀，兄弟啊？这对面怎么不推基地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！我先斩一个，我先斩两个。给我躲了，操了！还行，剑圣杀了。多点攻击力吧，要不然斩杀线不够。斩杀线，斩杀线有点低，没到半血，把小龙打了呀。去小龙，把小龙打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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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什么人呢，要我说俺俩算了吧。来来来来来，那艾克推基地去了，你等一下，我们团一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没办法，死死吧。你把基地给拆了就行，兄弟，拿下。我们是冠军。